豆丁要回家。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，一窝小巢鼠出生了。在干草编织成的温暖小窝里，它们不停地挤呀挤呀。小巢鼠豆丁被挤了出来，掉进了草丛里。当豆丁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那是一间玻璃做的房子，每天都有充足的食物和水。豆丁在里面慢慢长大，却感到越来越孤单。这天，一只阔鱼缓缓地爬过窗台。你好，你可以跟我一起玩吗？豆丁说。哦，这可不行，我得回家了。阔鱼回答。不过，你怎么会住在这里呢？你的家应该在一片辽阔的金色麦田上，那里还有许多你的同伴。豆丁记住了阔鱼的话，在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，他从玻璃房子的缝隙间钻了出来，躲进了窗外密密层层的叶子里。顺着藤蔓，豆丁找到了阔鱼。我很想回家，你能帮我吗？豆丁问。我来想想办法，阔鱼说。阔鱼拿出一张地图，上面画着一片金色麦田。带上这个背包吧，里面有望远镜、毯子、雨伞，回家的路上你会用得到。阔鱼叮嘱豆丁。于是豆丁带上地图，背起背包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外面的世界广阔极了，既新奇又有趣。背包里的每一样东西果然都派上了用场。豆丁爬上高高的玛丽树，对照着地图查看远处的道路，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能回家了。突然咔嚓一声，树枝断了，豆丁摔了下来，掉进树下的小水塘。救命呀，救命呀，豆丁大声呼喊。青蛙听见呼喊声，立刻跳进了水里。豆丁被救了起来，可是他的背包却无影无踪了。怎么办？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豆丁难过极了。青蛙说，去找獾吧，森林里他最聪明，一定能帮你。豆丁在一棵老树下找到了獾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。要找回家的路，这不难。獾笑着说，走，我们到林子里看一看。茂盛的枝叶间，知更鸟正在忙碌地筑巢。看，多么精美的编织，大自然里的孩子都有灵巧的手艺。瞧，这些成熟的浆果多么甜美多汁，大自然里的食物都可以尽情享用。獾一边走一边说。当然，大自然里也会有危险，不要急，只要你是大自然的孩子，一定能找到回家的路，獾说。于是豆丁开始忙碌起来，他用草茎编成小窝，饿了就吃甜甜的浆果，渴了就喝清甜的雨露。慢慢的，豆丁越来越适应大自然的生活，当危险来临，他也能机灵地躲开。天空飘起雪花时，豆丁遇到了刺猬一家。下雪天找吃的可不容易，他爬上了高高的树枝，帮刺猬摘了好多果子。谢谢你，请到我家暖和暖和吧，
刺猬妈妈热情地邀请他。刺猬的家里暖和多了，豆丁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他也想要一个温暖的家。不久，春天来了，当蒲公英吹出小伞时，豆丁遇到了另一只小巢鼠，他也在寻找回家的路，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出发。终于，他们在田野里找到了那一片麦田，一起采集和编织柔软的草茎，共同建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